怎么突然加餐了？这是太子殿下从宫中带来的达达贡品，他说他不爱吃羊肉，知道你喜欢，特命人送过来。嘿，你不是喜欢这个，怎么不吃？我们一起吃，美食当然要和人一起分享才有滋味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好吃啊？是不错。